这个地方就遍地是泥巴嘛，生活在土壤里的小种子们，他们就是托什干河的孩子，喝了托什干河水长大的。三，托什干河少年足球队。五，六，七，八。站到位啊！鬼进内，你的屁股去哪了？留到家里去了？扭起来。六，七，正前方啊！挺直。我说三二一就开始了啊！预备，开始。手摆起来，对，好，下一个。嗯，这个做得很好啊，就是这样，看到，手摆起来。足球一开始觉得这个村里的孩子们身体条件都不错，那我们就想应该是给他们这样创造一个这样的机会吧，专业的训练一下，让他自己看到，哦，我有个这样的可能性。嗯，很棒，慢点慢点，现在还没有针对他们的体能做一些要求呢，只是一些基本功技巧性的。嗯，再回来。还有谁？阿姨鼓励。对，他们如果以后真的走上这个专业了，会有真正比我们专业很多的老师。哎，这个球传得很好。真正专业的老师，我们现在做的只是一个兴趣的培养。一，两脚，四，三，六，四，看到没有？对。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开始很容易，你要走下去确实很难的。但是真正的勇者是知道依然向前。